来的东西。希望大师说的没错，你们联盟混蛋没有灵魂。我们快到达萨亚洛的核心了，赞达拉人一定会奋力抵抗，最好设置一些陷阱来保护侧面，继续前进，我会跟上。在距离范围内，需要先选定目标。没有目标，需要靠近一点。
药群又有猎物了。风与我们同行。医生来了。断你的骨头！天空属于我们。撕烂你的血肉！你的血肉，这怎么可能？你们会被卷得无影无踪。风与我们同行。你们会被卷得无影无踪。王座厅就在前面了。我们对赞达拉人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希望他们的神王会乖乖投降，这样他的人民才不会继续受到伤害。
近一点。我不在距离范围内。
赞达拉的神王拉斯塔哈本人奉安杜因乌瑞恩国王之命，仅代表联盟前来命你开门投降。你不过是个无家可归的流亡者，竟敢入侵这座神圣的城市，还妄想要我把整个国家拱手让人。在你们这些野蛮人的老祖宗还在泥巴里打架的时候，我们赞达拉人就建立了这个会延续千秋万世的帝国。我们征服这个世界，为这个世界带来荣耀。你算什么东西？只不过是在那些想要破坏我们丰功伟业的野蛮人里面排得比较前面罢了。不，我绝对不会投降。不管这里今天发生什么事，就算你们联盟灰飞烟灭，赞达拉还是会屹立不摇。既然你们急着要见博昂萨姆帝，那就来吧，死亡罗雅等着你们。赞达拉万岁。那就没办法了，各位，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吧？你们的对手不只有我，入侵者，你们面前是拿萨最厉害的防御者。我忠实的子民，让这些外来者付出傲慢的代价。要如此大惊小怪啊，老博王萨姆帝不会让外来者夺去你的王座。萨姆帝，你是我的罗雅，实现我们的交易，打倒这些攻击者。你的口气很大，拉斯塔哈，我会给你你要的力量，不过你最好注意你的态度。好，罗雅的力量流遍我全身，好强的力量，现在你们必死无疑。聪明的话就快逃，火如雨下吧。
的话就快逃。烧死你们这些罪人。这些入侵者为什么还活着？国王萨姆蒂，你怎么还没解决他们？你当国王很久了，拉斯塔哈。或许不，黑暗，我无法控制。如果你没办法坐稳这个位置，不如让位给你那个美丽的女儿吧。黑暗会吞噬我的灵魂，我绝不能让他得逞。赞达拉是个危险的地方，这股力量，死亡的力量，是诅咒，不是祝福。哦，我女儿，我做了什么？